自己做編劇，一部是自己主演，一部是自己嘗試做導演，咁另外就是籌備緊自己的唱片，將自己的歌擺在呢兩部微電影入邊。咁其實都係一件幾複雜嘅事嚟嘅，從來未試過咁樣嘅嘗試。咁喺呢一次嘅經驗，都學到好多嘢。咁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啦。咁我心目中中意嘅屋企係點樣樣嘅咧？其實就係呢幅畫啦。咁係一個好獨立嘅屋啦。二樓有一個天台，咁可以自己主人房喺二樓啦，可以瞓醒就企出嚟望下大自然，好開心，好舒服。跟住一樓出邊有個好大嘅花園，有個魚塘啦，養啲自己好中意嘅魚啦。咁間中可以餵下魚啊，都好開心嘅。咁呢邊又可以飲下茶啊，曬下太陽，睇下書啊咁樣。其實呢啲就係我好中意嘅夢想中嘅屋企。點解會中意呢啲咧？係因為我覺得做藝人有時咧好少自己私人空間。咁除咗喺屋企匿埋屋企嘅時候，如果喺屋企都有屬於自己嘅大自然嘅空間，咁係一件好開心嘅事。就喺行出屋企已經可以曬太陽，已經可以睇到草地啊、花啊。